I'd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at Project Citizen is implemented in more than 80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. You also might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at none of those 80 nations does a better job of implementing Project Citizen than China. Your programs here are outstanding and a lesson for all of us. 接着在四个教室分别观摩四所职校公民教育实践活动的现场展示。单位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并不及以北藤同学进行报销。其实发生在北藤同学身上的事儿并不是特例，经过走访有关部门才了解到，学生在校外实习岗位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，学校、用人单位都很为难，结果往往是学生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，实习生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。各职业学校学生以高度的公民意识踊跃参政议政，积极投入社会，发现问题、讨论问题、研究解决的实践与能力，都经十所职校公民教育实践活动的展板，内容丰富，特色鲜明，引人入胜。江苏省德育特色学校金陵职教中心关于在网吧上网问题的调查研究，关于校门学生出行安全的调查研究展板，这些热点问题也分外引起来宾的关注。